我特别在钱包上设计了开运招财的元素，像水波纹的设计，就像财富如丰沛的财水，一波一波接着来。钱包拉链的设计代表财库不漏，财运不破。每拉一次貔貅拉链，都是在唤醒貔貅，为主人摇钱，不要再睡觉喽。而钱包内层呢，有我亲自写的心想事成的吉祥祝福语。另外呢，有88对的魔力宝貔貅去环绕整个钱包，以及太极贵人的秘财库，让你会有贵人指点，因贵人而发财，要让你开门见贵哦。把握年终转运招财运，别让财神溜走，让财神眷顾你的财库，换掉旧钱包，迎来新财富，抢气在先，拔得头筹，祝你成功。